家好，终于回到我的新疆了。这几天呢一直都在内地，然后特别想念我们新疆的饭。今天在乌鲁木齐大巴扎，大家看到了吗？我们新疆大街满大街都是肉啊，什么串啊，啥都有。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身后的这一家羊肉串？走，咱们去看一下。烤全羊吗？是什么？这是鸡，我以为是羊呢。这个是羊。哥，这个烤包子多少钱？3块一个。3块钱一个，这是每天您能卖出去多少啊？每天能卖一个500-600。500-600，哇，大哥肯定很能挣钱。这些鸡呢？鸡是怎么卖的？鸡是50一个。50一个，就是烤全羊，它是按公斤卖的吗？对。一公斤多少钱？一公斤140。140。嗯，哥，你们家就在乌鲁木齐吗？不是，南疆的。南疆的。南疆哪里的？南疆阿图县。阿图市。啊，就是专门到这边来做这个做生意。对。就是这个店铺是租下来的还是？租一年租费是多少钱？50万。50万？嗯。一年？对。我的妈呀！但是一年能不能挣到这么多钱？生意好嘛就可以赚了，生意不行嘛就赚不了。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店铺，些小菜，红萝卜，然后这个是一个碎肉。姐，这是面肺子吗？这是咱们新疆的面肺子，这是咱们的这个羊蹄子，然后鸭，这里样样都很齐全。然后这是这样煮开的一个汤，等一下直接就可以把羊腿放到这个锅里面吃。这是咱们的手抓饭，30块钱吗？好，我打包带走。看，这是咱们新疆人的晚饭。新疆人的抓饭。对，新疆人的抓饭。哥哥，这个就是 crispy lao， 这个一天能卖几个账？10个。哇，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Horse。哦，这边还有这些，就是鱼，看，然后还有这个羊腰子，这羊腰子对吧？羊肝子，然后这是羊肉串。看，像我们新疆的这种羊肉串是这么大一串，很大很大的。哥哥，这个外面摸的是什么呀？羊肉，南康的烤肉。啊，南康烤肉。对。啊。您是哪里的？我是和田的。啊？和田。和田的？对呀、啊。我朋友就是和田的，在那个和田维吾尔族医科学校。啊啊啊！您是到这边干嘛？做生意吗？对，我就开救护车。啊，救护车。嗯、你哪里、啊？猜一猜我是哪儿的？哦，我正准备拍视频，然后有一位哥哥，然后凑到我的镜头前，看咱们新疆人太热情了。我呢，这会儿在我们的这个国际大巴扎，也是我们乌鲁木齐最热闹的一个地方。在这里，大家可以吃到我们这个新疆的各种美食，就像刚刚我拍到的咱们的羊肉串，然后手抓饭，还有一些咱们的这个烤包子，都在这里，样样都齐全。如果你到新疆来了，要来吃一吃咱们这里的美食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哟，欢迎敲响小铃铛，感谢你们支持。